跳先摔大测验，棉花脚软谁最老？哎呦，这个就是反应慢，好老哦，维尼妈，你还喊一下。其实潘老师在我们录影前也彻底得罪了我，他大老远先跟我说：“宇文呐，你这屁股不行了，你要起来。”单脚，对，他脚起来，然后下去，然后再起来。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语家务事。